쓸데없는 대문에 댕글이 하얀 댕글이 놓다가 마가르가 놓아 댕글을 탄다 먼가 어떡한 거이나 伯蒂是蒙语的音译，然后意思是善良不忘初心，向上菩提心的意思。哦，善良不忘初心。你们本人的名字叫？我叫玛瑙花，蒙语玛瑙花。玛瑙花，玛瑙花，好听。玛瑙花。男士呢？明年阿都是三人通了，可就我叫。这么长啊？对。 我叫沙伦通拉嘎，就是明亮的月亮的意思。哦，都是很有寓意的名字。我们也问问三位评审的感受吧。古一老师先来说说吧。对，先听李老师的。好，我这砖头先抛吧。那个，脸唱得很好，嗓子条件非常好。其次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内蒙大草原啊，就是出歌手，嗓子好的太多了，唱得好的也特别多。 现在在中国的这个音乐舞台上，非常多的这个蒙古族的歌手唱得真好。刚才讲什么腾格啊，这个韩磊呀、啊，还有就是很多什么央宗卓玛呀，好多好多，所以嗓子都非常好，而且特别唱得特别好听。嗯，但是我对你们歌里头有一个，就是你们俩二重唱的时候，就有点不太。 不是很协调了，二重唱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们俩没有配合的太好，不知道是曲子问题还是你们俩合作的问题，就是本来可以再合作更好一点，而且有点你们俩音调还不在一起，有一点点跑音，我仔细听了一下，而且男的声音很粗壮，女的基本就没怎么声音了，所以可能是编曲的关系。 没把你们的声音编得更协和一些，但是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听说你们俩被称为环保歌手，嗯，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俩组合以来，第一首歌老师给我们写的是一首环保歌曲，《大地母亲》。到哪里演唱，都要唱环保歌曲，嗯，就是要呼吁大家保护草原，用歌声保护环境，对。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在维护着我们的生态的一个环境，而你们的歌声呢，也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心灵的一片净土，很美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